啱啱上任政務司司長嘅李家超去信立法會內會主席李慧瓊，話會致力促進行政立法關係。李家超又喺信入面話，本屆立法會10月休會之前，政府仲有多條嘅條例草案同埋建議項目提交立法會審議，會帶領政策局，全力配合立法會喺餘下嘅任期內嘅審議工作。 亦都會喺每星期同李慧瓊同埋副主席馬逢國嘅定期會議中坦誠交流。